这个台风也会带来大浪跟长浪，目前已观测到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沿海有4到6米的浪高，这个浪会持续的增大，并且在也有长浪发生，还包含金马的基隆也是有长浪，要特别注意。同样的。 台风的接近会带来强比较强的风，阵风到大台北、新竹、宜兰、屏东沿海、北海岸、东北角，这个台风范围会笼罩地方以及西南风影响的地方会有时到。第三，我们要呼吁民众啊，避免前往海边或者山区来活动，一是注意海浪，来劝离这个民众在海边上岸。 再来呢，就是启动交通管制的警戒，还有监控地区评估岛地区民众的安全啊。在台风的期间，还有台风之后呢，我们要防范南部地区真格的疫情的扩散。我们请各方的分组呢，要协同地方政府来落实执行。那今天因为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和宜兰县都停止大巴上课。 我要在这里，请新闻发布组呢，利用多元的管道呢，来加强宣导，呼吁民众呢，减少不必要的外出，并且呢，要千万不要到这个山区、河川或者是海边从事户外的活动。